话说我现在在哪个城市啊？我在没有你的城市。想看哥哥秀肌肉，哥哥的肌肉不给秀。双眼皮哪里做的？娘胎里做的。能不能像喊偶像一样喊什么？喊四 K。死 K 死 K 死 K 你别走，死 K。 三叔忙啥呢？三叔昨天给我发微信说要不要直播，我说叔你要直播啥，然后过了几分钟以后他说算了吧，我累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我说好的，再见。哎，三叔忙着打硫酸。三叔可不忙着打硫酸，三叔那天打我的时候毫不手软，好吧，也没有真的打，就是那个事造的啊，好像就是要不把我打死不罢休，但是其实没有打，爱我爱的不行，就是怎么舍得打我呢？你觉得你演戏累还是牵挂？看演什么戏吧，就是如果是演盗墓笔记，那就是演戏累。我希望有一部戏是就是能让我在床上演，就是从头到尾。在棺材里演什么？有点硬，出点东西我可以接受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放书。对了，我今天更不更新了，我今天不想更新了。现在才发点36。还是有，这么天才发展36，还是有机会的，没机会了，我喝了3瓶酒，我今天更新又不要更新。算了，你酒店里也没有那个快收充电宝？没有，帮我还货，还一盘，演戏什么时候借的？没事，反正吐我就行。啊，是，那倒是。好了，我要站一会儿，我要吐了。啊，你去吧，喝太多，别吐。慢点啊。待会儿表演吐给你们看啊。好，我一会儿去拍。